这套衣服跟您之前的风格可能不太一样，但是换过一种风格之后还是一样好看的。真的好看吗？这还像我左家那样。相信从现场的掌声中，你已经感受到大家对你这本书的喜爱了。那我想代替大家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这本书里面有没有你自己的真实经历呢？我认为情感真实比经历更能打动人吧。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人，在三十岁之前，大部分时间里都在看着别人的各种精彩。但是三十岁这一年，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就写了这本小说。真的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也许是大家都有所投射吧。我也很喜欢你的这本书，而且我是从头看到了结尾。我发现你的结尾写到跟前夫哥复婚之后就结束了，就跟很多的童话故事一样，写到男女主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就不再往下写了。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这种美好结局还会延续下去吗？之前我一直认为婚姻就好像是把两条完全不同的鱼硬抓在一个鱼缸里面圈养，直到三十岁这一年，我才真正明白，好的爱人，温暖的家，能够带给你足够的勇气和力量去见山和海。其实美好在于有没有用心去经营，所以我也希望每个读到这个故事的人都能有行动去创造美好。你还要转岗吗？回去做编辑。趁现在能干我先干两年吧。你不是说吗，最喜欢相册里我年轻时候的样子。谁说了？哎，喜欢。哎呀，但是我真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里你肯定比我能挣，所以我得在魅力上先能拴住你。拴得住吗？开门，宁先生，我们是智胜电子的。宁先生，开门。好啊，喂，您好，我要报警。谁报的警？我报的警。为什么报警？是1801的宁先生让我帮他报的警。开门，警察。为什么报警啊？我屋里睡着觉呢，他们一直砸门，猫眼一看，两个人，男人，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一个人害怕，就这样就报警了。因为警察闲着呢。我没报警。警察同志，是我报的警。我们是智胜电子的应收专员，他欠我们货款，我们今天过来追讨债款的。他们打你了？没有。拿你家东西？还没拿。听明白了吗？不闹出格，我们没有理由抓人。你们这属于经济纠纷。明白明白，我们绝对会遵纪守法的。好，走。出警记录，签下字吧。啊，好。不是我说，你们家哪个月消停过了？欠债还钱是常理，成天让人这么堵着门，你不嫌烦？我们事情还多着呢。是是，收队。谢谢啊，警察同志。宁先生。这个报警记录呢是我的，哎，有警察给我作证啊，我们没有做出任何伤害你的行为，我们也不会私闯民宅的。今天过来呢，就是跟你聊聊天，帮你解决一下问题。哎呀，我们销售部的人也不多，也就百来十个同事吧，大家可以分好班轮流倒，哎，每天过来跟你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跟你聊聊天。讲讲道理的。哎，你们别费劲了，我真没钱。没钱啊？
我前两天看你儿子发了个微博，带女朋友去那个迪拜了吧？我听说你今天的精彩表现了啊！你怎么那么厉害呢？你知道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干什么吗？干什么呀？我把所有影片里要债的、追账的，还有国外那些黑帮片，反复的观看，学习他们的台词和动作。现在气场稳的不行了。哎，你看你现在这张萌宠的脸啊，我真想象不到他们形容你说你早上那个样子。好啦，我秘诀都告诉你了，你回去好好练习，以后帮不了你了，得靠你自己。帮不了我，什么意思啊？你不干了？这是我最后一单了。See you. Bye bye. 魏先生，今天找你来没别的事儿，就是想请你吃个饭。听说你也在急着找我啊。对，坐，坐。我跟您约定的三个月的时间也到了，我也完成了最后一单。这个呢，是我在过去三个月里跟过的客户完成的单子。这个表格里的数字呢，是我给公司追回的欠债和销售出去的金额统计，您可以看一下。嗯，我们先吃饭吧。边吃边聊。其实你这表格呢，我不用看，也知道，你应该做得很不错的。谢谢。按照约定，你现在就是 M 店的店长。我不回 M 店了。这片儿在我这儿。就算翻过去了，那就留在至上，做销售主管。魏先生，今天我来呢，一是想跟您告个别，明天我就不去公司了，还有就是这些表格呢，我也是想给过去的成绩做一个量化，您能够按照统一标准给我结算一下提成吧。我们之前可是有合约的，你不能提出离职的。我不能提出离职的前提是我完不成您的工作，但是现在我完成了。我现在不求什么职位了，我打算出国读书。读书？嗯。你刚闯出一条职业道路，就要放弃啊？以前我觉得我一定离不开柜台后面的那块地儿，结果呢，我连追债那么难的事儿我都可以做好。我一直都觉得只要留在上海就有无限的可能，后来想想呢，并不是这样的，有时候跑道越清晰越会束缚自己。这几个月呢，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见过的人看过的世界都太少了，我干嘛非要着急给自己选一条路定下来呢？我不甘心的。读书不是不可以，你也可以在国内读啊。你想学什么，我都可以给你出学费的，只要你学成之后再回我的至盛，怎么样？您已经资助过我了，我算了一下，这些提成差不多10万块钱，够付我学费的了。然后到了那边呢，我再找一份工作，边打工边赚钱，就够付我的生活费了。我算是明白了，你要的是自由，不是学费。是我失误了，给你安排了一个看上去完不成的任务，结果呢，反而提升了你的无限自信。魏先生，您是我的贵人。
当初我找您谈条件的时候，其实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但您还是给了我这个机会，谢谢您。我读懂你了，这条跑道的起点是我，而你呢，又不想被别人说成是借的这股风才跑得快的人。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刚好，可以选一条自己的跑道了。好，那你我之前的合同就算。姐，哎，车我已经处理好了，钱你收到了吗？嗯，都已经收到了。嗯，谢谢程旭。没什么好谢的，别的我也没有什么能帮得上的忙。你之后怎么安排？要不要我给你找一个新的工作？不用，我跟我俩哥们约好了一块去广州，那边有个项目不错，说不定。这把该着我发达了，靠不靠谱啊？你可好好的，千万别再干什么出格的事儿。放心吧，姐，我心里有数。那我先走了，姐。田旭，这两年真的要谢谢你。姐，我应该谢谢你。遇见你之后，我才知道我这辈子找媳妇儿的标准。保重，姐。你也保重。你请进，太太在餐厅呢。好，王太太，顾家，来，快快来坐。好久都没见你了，还挺想你的，还想念你做的蛋糕，太好吃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您做蛋糕了。我准备搬家了，上来给您道个别。你们卖房子的事啊，整个楼都知道了，你说这是什么事儿？都过去了。之前您帮了我们家不少忙，谢谢您。别提了，还不是白忙活吗？嗯，白忙活，您说的对。自从搬到这个房子里，
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现在梦醒了。后面有什么打算吗？先把眼前的事儿一件一件解决好吧，之后重新开始。行，听着还没垮。假的，反正你要搬走了，我也不怕跟你说实话。这幅画是赝品，是为了充脸面的。搬走啊，也挺好。村长，您怎么过来了？我刚下车，直接过来的，给你打手机没接。啊，我手机落家里了，快快进来坐。啊，不进去了，就在这儿，说两句就走。那干嘛呀？是不是茶厂出什么问题了？对不起啊，我家里最近事情实在太多。独家，你把这个拿上。总共是13756块，都是村里大家凑的。解决你家的事儿，可能这就是零钱，总归是大家的心意。都知道，你遇上难事了。搁从前，我们有这个心，也凑不出块儿八毛。现在不一样了，你把咱茶山茶树都养活了，多少能拿出点来，不是？村长，这个钱我不能收，我真的不。独家，你就收下吧，你别嫌少。我收下了。替我谢谢大家伙。你别担心厂里，天冷了，我们会按照你交代的，家家都养护好茶树，学习种茶知识呢。连老天爷都是这么安排的，扛过冬天，一定有春天，是吧？这错不了。谢谢你们一直对子妍的照顾，添麻烦了。应该的，学校的老师们都很喜欢她的。就这么退园了？你是什么打算？是想让你孩子转去公立幼儿园吗？我们要搬去另外一个城市了。我们要搬家了，那爸爸呢？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吗？爸爸要出一趟长差，你可能有一段时间见不着他，但是他会很快回来的。那得帮我打个电话吧。出差不也可以打电话的吗？嗯，我问问爸爸。Thank you.
子长那么长，怎么也不知道乖乖，把自己收拾利落了啊。好，爸和我父母身体都还好吧？都还好，放心吧。就是儿子说想你了，想跟你通视频电话。哎，不用了，我这样子难看。嗯。我在里面倒成了撒手不管的，所有事儿都练你一个人。公司我已经关了，员工的遣散金也都安顿好了，赔偿金额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卖房子的钱足够付了，茶厂那边已经正常运转起来了，够付我跟子妍的生活费。你放心吧，也就3年时间，你好好表现啊，争取减刑。等我出去了，我真的都不知道我能干什么。你先别想这么多，你是一个很好的烟花设计师，你就当这段时间在里面闭关修炼了。只要心气儿在，什么都可以重新来过。的确不都是你的错，也有我错的地方。你们离婚吧。
你真的想好了要出国读书？嗯，我已经选好了爱丁堡的一个设计学院，他们有一个买手和行销学的进修课程，读个两年呢就可以拿到业内认可的证书了。准备什么时候走啊？我报了个语言课程，明年2月份呢有个面试。嗯，如果顺利的话呢，春天就在爱丁堡了。真羡慕你，我都不敢想我这个年纪出去读书。该读书的年纪呢，没这个条件，没这个机会。现在呢，刚刚好，自己赚的钱，自己鼓足的勇气，还没家没业没牵绊。如果错过了现在，我可能这辈子都没有这个时机了。嗯，我支持你，这真的是应该去的。什么年纪不年纪的，人在这个年纪还能有这份勇气，是多少人都羡慕不来的。嗯，我已经想好了。结果无论好与坏，我想出去走走，我想看看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可能。行，你有这个心态，我们就再也不会担心了。过去总是纠结该怎么留在这儿，人干嘛非要被一座城给困住啊？嗯，现在也没有什么能把我们困住的。没错。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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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曼妮，那边那个人好像有点像梁振贤。哪儿啊？那儿。真倒胃口！哎，我们要不要换个地儿？要换也不是我们换。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你了，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跟你打招呼。犹豫就对了，我们也不是见面寒暄的关系。钟晓芹，你脖子都不会动了吧？我知道，是我欠你一个对不起。之前因为我……没关系。你好像变了很多。人总是会变的。只是早和晚。我跟赵静宇分开了，以后我会在上海常住。来吧，请你喝一杯酒。不好意思，我的口味已经变了。曼妮啊，之前我去冰岛看极光，真的很美。我们一起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看极光，好吗？梁振贤，过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没变呀？世界的景色是挺多的，我也都想去看一看，但是现在我更想一个人去。我懂了。酒你自己喝吧，我就是过来给你打个招呼。Thank you.
又在努力工作啊？哇，你还知道过来呀你啊？多久不见了？我还以为你把咖啡戒了。这杯算我请你的。不意思啊。嗯，好香。说好喝。太好喝了。曼妮姐来啦。嗯。那个进货的单子我都填好了，我下午去趟超市吧。晚上想吃点什么呀？晚上。你们两个。啊？嗯，江晨刚刚有没有告诉你，我们俩昨天去领证了？真的？你怎么不早说呀？没来得及啊。曼妮姐，到时候我们婚礼你一定要来好吗？一定的。我的生活花一定给你留着，到时候我一定包个大红包。多大？特别大。恭喜，替你们高兴啊。谢谢。安妮啊，安妮，这个你说在别处合不到，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我在烘焙的时候加了一些无花果干放进去了。难怪喝不到苦和涩。收着吧，最后一罐了。不用了，我马上就走了。去哪儿啊？反正是离开这座城市。不管去哪里，你们的婚礼我一定会回来祝福的。谢谢。拜拜。拜拜。行了，别送了，我进去了。去吧，到了发微信，干什么跟社监一起都跟我们说，知道吗？哎，你烦不烦？我走了你多亲近啊！你还是跟我嫂子较劲吧，别整天琢磨我了。要是那儿不靠谱，你就回来啊！好歹这有你哥呢。别别别，我还是自个儿出去闯闯吧，不得这位爷的好了。你俩好好的啊，别再欺负我嫂子，我这天远地远的，我可管不了了，帮不了了。是，听见没有？怎么那么多话呀？别走。行，那我滚了。去吧，路上慢点啊。注意安全啊。你们哥俩啊，明明心里都担心着对方，就不能好好说。这小子什么样你不知道啊？给点好脸色就上天。哎，我跟你说个事儿呗。怎么了？导导回来了。谁回来了？我昨天去了趟医院。小导，小导回来了。真的？真的。来来来，上上上上上。你现在脚不能沾地，快快快！不至于的，回去给我做点好吃的。行。感谢协会对我们的肯定，空山茶作为行业的新兵，能获此殊荣，对于我个人还有这个品牌都是意义非凡。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在做商业的同时。也结合更多的公益事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那些深山里的故事。
辛苦辛苦。哎，你好，你辛苦了。这是我父亲。哎，我知道。哎，顾强，来，咱们进来。来，走吧。这些都是我儿子特地说给村里的小朋友挑的礼物。哎呀，你们太有心了，这是让我太感动了，这是。我打算在这儿住下去，好好把茶厂做起来。子妍上小学之前，我们就先不回去了。我猜着了，出来之前我把养老院退了。我刚才看了，人家给收拾的那个院子有两间厢房，我就在这陪着你们俩。真的吗？这儿多好啊！城里的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哪有这儿的大山大川好啊？退了休能归隐田园，古人都向往的事儿，我沾我女儿的光了。过了年，立春就不远了。的数字可以决定我们奔跑的速度和停下的时刻。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未完待续。这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未完待续。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未完待续。
愿每一个我们都保有而已的勇气。Thank you.